你知道为啥市面上那些贼会被海参毒死干海参吗？回家自己泡发，可能更有仪式感吧。放开！那是因为如果不拆成干海参，一会儿他就消失了。亲爱的，不是已经海已经开了吗？喂，亲爱的，你出发了吗？已经在他前了，马上出门。亲爱的，日落我已经开了，你还在路上吗？在车上呢，还有两个路口就到了。亲爱的，谢谢好美，你还有多久？再堵车还有一个路口。亲爱的。 先总就不，没事再见。当海参离开海水，几小时内，体内的自溶酶就会激活，溶解掉大部分体内，直到变成了海液。所以，渔民们为了保护身体，藏加盐、晒干、自成干货，就是防止海参自溶。海参兄弟，你好惨啊！于大叔远航计划系列金枪鱼罐头，游进水进香辣时蔬，来自深海的美味节奏。我是于大叔，吃海的，找叔。